不淘气，人家就打你。你就淘气，你淘气小子。你看，还你看，性格开朗。这他还得啊，还练呢。嘿，跟您推手。以柔克刚，以柔克刚。你练。哎呦，脚不能动窝，你知道？回头我你再给我推了，你养不起我啊！我没敢推啊，推这孩子。我他妈这条腿，我这腿都不行了。说的我看见腿都不行了。啊！他妈的，你他妈欺负他妈的弱者。这叫以柔克刚，以柔爱柔，轻柔爱轻柔，轻柔你。为什么着？这揉就能感觉到你的脚底哪个使劲，哪个没脚。我他妈，你不揉我就哪个都没有劲呢。我他妈有劲呢。那是。我刚弄。多好。哎呦，您这是宝贝。我这有宝贝，他妈土。哟，大爷，这是宝贝啊。嗯。听着胡说八道，真又土。您这怎么是宝贝？这不是俩那什么吗？拿土磕了吗？买俩油葫芦。哦。我把这两块土搁那个罐里，那还打油葫芦。那大爷，那对于你家的嘎嘎嘎叫啊！你家有吗？有，我刚买俩，10块钱一个油葫芦，两个油葫芦啊！啊，我那蝈蝈。那大爷来，我买一大蝈蝈，80。哇，那贵了。那大爷来，有一大蝈那么大，那么大。你到时候我这还没打盖，我已经有了。他妈上次那太小，嗯，他才卖30块钱，今天我去以后。80，我挑一个够黑了，大家，油葫芦不是蝈蝈，油葫芦10块钱一个。您去的今天这大十里河，不是现在你上哪逮去吧？上延庆那儿去呀！我去回再娃，我摔到那儿。我那年我跑长途的时候回来之后，正好那车，我说多到。他说的这个，我十里今天我中午我刚吃完饭，说上十里河，我都去不了，我他妈走回来，我这腿疼。还够腿疼的吗？我两贴膏有多少钱呢？没错，对不对？我在这儿，你是在哪儿买的？您腿疼，您买上这种鞋。这鞋不行，那我这也透气儿。你不是透气儿，这不是透气儿，轻上，这也轻上来了。对啊。啊，这它底子带弹性的，对，软，您穿着行。我的现在不行，你更抓不住地了。这个，对不对？这能抓住地，这个抓什么地呀？你我跟你说，你要一不行了，你什么都抓不住的，你抓住什么？你不服不行。你看这老人，这抓地就倒，你他妈这抓地是怎么回事？真是，你得常练，你不练就完蛋。那练什么？要练都练到阎王爷那再练去，是不是？那大爷您说的真幽默。我不是他跟他幽默，我这有体会。